大家好，又是我詹明哥。这条片纯粹是分享我在非洲的一些生活点滴，跟珠宝是无关的。如果没有兴趣的，现在是可以 quit 的。地好像湿湿地，没那么多尘，所以今天空气好了，就是落个雨来。咦，型女凳。有水了，今天之前没有。过个马路去对面先。这里的车是不让人，又需要小心一点。这一间就是一间非常 local 的一间 BBQ 餐厅。Good. This one. Okay. Yeah. Okay. Okay. Can you wait 10 minutes to make you well done? No problem. Mutineer. Yeah. Good. Mutineer. Okay.你又不要記得了嘅姐姐。OK。洗碗喺度啊，姐。呢度咧就喺度炸緊啲木薯喎，佢呢度啲食嗰啲薯啊，佢好似番薯咁，但系咧其實咧就喺度炸緊啊。我發到我唔得。佢要珍惜啲食水，係。Hi。呢啲係香蕉同埋啲類似啲番薯嘅物體，炸薯條。洗完之後咧就批皮，唔係批皮唔使洗嘅，咁之後就炸啦。我店裏啲出嚟炭爐喎，呢邊咧就喺度燒雞。嗱都係啦，都係會有啲地方就係俾你用嚟洗手嘅。本來好地地嗰隻手喺酒店出嚟，唔知道會唔會洗完再污糟啲。嗱啲阿姐喺度洗碗啊，就喺呢間餐廳食嘢啦。嗱好香嗰啲肉燒得。你哋呢個聞到啦，好香啊！啲肉全部都係羊嚟嘅咯，應該係喺非洲食肉咧，真係唔使驚，真係走地牛同埋走地羊，真正炭老燒。喺度批緊蒜頭，因乜解救啲阿姐笑得咁詭異嘅？係酒吧。完全是有保護色喎，真係逼佢唔到喎。我咁樣貼出嚟都幾得人驚。Any drinks？ 哦、oh, ，mango juice。乜 menu？ 呢條人攞 menu， 佢得多數飲啤酒，呢就係非洲酒吧，因為飲酒。如果唔係咧，就係飲呢啲可樂、汽水。Yeah, thank you。去酒吧都是喝这些算了。Melinda 呢不过都是橙汁来的，这个才是可乐，是不是？我去酒吧喝的优雅的，用香港纸巾，好像咳药水那样的。 OK， 挺好味的。 Thank you。 Clean 啊， clean 啊， good good good， thank you。 吃吧。嗯，好味，不会令你失望。这条肉的肉味呢不是像好像我们吃平时吃那些巴西肉啊、阿根廷肉啊，它肉呢真的很有咬口啊，感觉到那种原始生命力啊。哇，这个辣汁都挺好味的。如果有一盘东西加支啤酒看波掂啊。这个呢好吃，个肚仔肉它肉多一点，它酥味很少，同我平时那些羊的酥味呢两样东西来的。它这里很劲啊，因为可能真的走地羊的关系呢，肥膏真的很少，它的肥肉真的少到呢是旧旧都不是肥肉来的，真的羊是吃草的嘛。它真的会给饲料，饲料贵过只羊分钟。一些好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调味。这个比我想象中小乌蝇，这个国家有适合啲食肉兽嚟，佢啲味咧有啲似咧香港烧肉咧嗰啲烧腩骨啊，但系烧腩骨咧香港啊，佢落好多咩五香粉啊、乜乜蜜啊咁样入去好味啊嘛，佢度冇嘅，系食到佢原本嗰种味。食下有个人嚟谂住买衫喎，几有趣。呢条片咧其实咧就同珠宝咧冇乜关系，不过我就觉得呢条片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真正嘅珠宝人去唔同地方买宝石，一啲平时生活嘅点滴啦。指明嗰間鋪頭係中華米蓮名家14號地下，係地鋪嚟㗎。地鋪點樣啊？梗係平過樓上鋪啦。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希望你 like、subscribe、share 啦。拜拜，拜拜。